的理由如何？只敢跟我背上我的，我的转角留的，全奈何途中寻觅一个江湖难测，谁是强者？谁也是一等无力的刺客。最新一季的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一集导师合唱炒热气氛，不过节目进行到一半，好声音竟然变成没声音。节目突然只听到观众的笑声，听不见导师与选手对话，长达5分钟。有网友说以为是电视坏了，制作单位发文解释，调到高清频道就会有声音，更惹怒网友。还有人质疑节目是不是假借出包来炒作。不过导师们的精彩演出还是成功吸引关注，周杰伦特别秀了一首古筝。这是这样的夜晚，让人伤感又留恋。你说记住这一刻，哪怕从这个天边。周杰伦深情款款唱情歌，迷倒粉丝。记者戴绿综合报道。